首先，我要向各位荣升的将军表达最诚挚的祝贺与加冕。这是属于各位的荣耀时刻，也是我们国军整体实力的再强化。因此，我要以三军统帅的身份为各位挂接，表达我对国军将官的重视和期许。我要恭喜连志威将军进任中将。今年我们恢复一年期义务役，透过加强训练内容，希望提升全民国防的韧性。我要感谢连将军在这个过程中的努力，也相信投身心智训练的毅然，经过一年完整的多元训练，配合完善的后勤资源，可以达到实际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目标。我也要恭喜李志豪、方申庸、陈朝阳三位将军进任少将。各位在查缉毒品走私、取缔越界、巡航追查等工作都有杰出的表现，感谢各位带领国军及海巡同仁完成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，守护我们海域的安全。我也要感谢现场的家属，因为你们的支持和付出，才能够让将官们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。今天各位将官进任之后，责任将更加重大。我要勉励大家在岗位上精益求精，并且以积极务实、宽厚开放的态度带领部署，团结国军的力量，成为国家安全最坚实的屏障。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努力，打造现代化的部队，共同守护国家的安全。谢谢各位。